不会吧？哦，芳香园艺的效果还可以再跳一支，还可以再跳一支哦。来来来来来，跳迷迭香好了。OK， 芳香园艺的效果，回复一击哦，漂亮，补血，然后把它转手，呵呵呵，超强，哇哦，好猛哦，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今天芳香终于强化啦，全新的小包强化了芳香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哪几张新卡哦。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技能的部分，使用牌组平衡哦。牌组平衡呢，就是对对对，就是如果20张的话，866就会平衡哦。那我们起手一定会拿到一张魔法卡、一张陷阱卡、一张怪兽卡哦，所以我们魔法卡放了三张芳香花园，还有三张芳香园艺呢，就一定起手能拿到哦。那今天阿庆使用这个电脑版的，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因为之前有人反映说，就是我用电脑版我按的时候你们看不到那个效果嘛，好，所以我们就拉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好，那第一张芳香园艺，这张卡非常强，我方召唤特殊召唤芳香怪兽就可以回复生命点数哦，这么一来就可以触发我们茉莉的效果，抽一张啊，或者是这个迷迭香，然后来转手对方的怪兽哦，或者是依然来弹对方的后台，甚至是墨角蓝可以把对方的墓地的卡片给除外哦，所以我们起手有园艺或者是花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补血哦，就一定可以补血，因为平衡的原因，起手一定会有魔法卡哦，所以一定会有花园或者是园艺哦，那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用这茉莉来绿牌之类的，那也可以触发其他卡片的效果。那再来就是这一张新卡荆棘之墙，我只放一张啦，因为我只有抽到一张哦。那这次我也是没有，应该算没有刻好刻满，大概花了，我不知道，我看一下，应该有花了几千块哦。对，我这次应该也大概小刻了两千多、哦、对，然后就是只拿到一张荆棘之墙啦，有点衰哦，不过好像也没位置放第二张、第三张、哦、所以就只放一张啦。我方植物族怪兽被选择为攻击对象的时候，可以把对手场上攻击表示怪兽全部破坏啊。那几乎就跟神圣卫星反射力量真的很像啊，只是我们变成说一定要植物族被打、哦、然后我们这个茉莉啊，还有什么依兰、欧白子、墨角蓝、迷迭香都是植物族的哦，所以就可以搭配这个荆棘之墙，我觉得非常不错。那最后就是两张滋润之风还有干渴之风，这两张非常强。先来看一下滋润之风哦，滋润之风可以就是有一跟二两个效果，然后每回合都可以各使用一次哦，等于说我这回合结束我可以各使用一次，我两个效果都用一次哦。第一个效果支付1000点生命，可以直接检索芳香，非常强哦。这个检索的效果呢，可以在我们例如说我们茉莉要被战破的时候，那我们直接使用滋润之风的第一个效果，直接抓墨角蓝哦。那墨角蓝的第一个效果，我方植物族怪兽因为被战破的时候，可以直接从手牌特招哦，然后会直接回复500点生命，刚好触发第三个效果，可以除外对方墓地的卡片哦。那场上芳香越多，除外越多张哦。那通常如果说墨角蓝之后跳出来，场上只有一张，就是除外一张啦。然后它第二个效果是生命高于对手的时候呢，这个战斗的伤害都是零哦。所以滋润之风的第一个效果可以搭配这个墨角蓝的 combo， 我觉得不错。然后第二个效果生命值低于对手的场合还可以再补血，非常爽哦。通常我们开第一个效果之后，那个我们生命很可能就比对方低，还可以再补500，超爽哦。然后干渴之风这一张超强，但是通常只有第一个效果会用到，第二个效果还没用到，只要我方生命就是我方补血的时候就可以破坏对方表侧的怪兽，
超级强哦。然后我方场上有芳香怪兽的时候，就生命如果高于对手3000，假如说对方4000，我们7000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支付该差额的生命值。就例如说对方4000，我们7000，我们可以支付3000点，还可以破坏对手表侧的怪兽哦。好，那牌组介绍到这边，我们直接来施战给大家看吧。Go。 OK， 来到我们第一场。好，遇到教授。OK， 那棋手一定会有场地哦。那我们这边我可能会先叫迷迭香哦。好，我这边其实不太想把自己给转手，还是叫依兰好了，因为可以下降对方的攻击力哦。因为我刚刚想说依兰留在手上看能不能就是看能不能就是等之后再把对方的后台给弹掉哦。好，古代机械。OK， 那我们这边有滋润之风哦，随时都可以来检索。好，好，古代的机械飞龙，这里有一点怕对方直接算用旋风，然后跳热河龙，我们就死了，我们就直接 GG 哦。好，对方即将结束其回合，来，我们这边直接抓哦。好，那看要抓什么？其实我觉得抓茉莉好了，抓个茉莉，好，然后再补个血，然后我就可以把对方的后台给弹掉，超爽！哎，弹一波，还不错哎，还不错，还不错。好，哎，抓末角来了，那我们这边。好，先用芳香花园补血 ，OK， 然后抽一张，再把对方的后台弹回去，然后这边还可以再通招一次哦 ，OK， 哦，芳香园艺，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在想我这边要不要来同步之类的，好像还好，好。那我还可以再哦，我想到了，想到一个酷的方式哦。我们先支付1000点，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会比对方还要低哦。生命比对方还要低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芳香园艺的效果啊，要对方打过来才可以哦。对方打过来就可以从白组特招一只芳香怪兽哦，原来是这样。好，好，补个血。哎，哇，其实我刚刚可以再通招一次，但是我生命比对方低哦。哎，我这边有点乱玩哦，玩的有点烂哦。这个手上的风筝机人，好，可以。等一下，我们末角蓝出来就直接把他给除外哦。我承认我这边打的有点不好啦，因为。人不太熟，我刚刚应该就是，如果是他应该是生命值高于对手的时候，还可以再通招一次哦。那我刚刚应该，哎呀，有点可惜哦，没关系哦。好，来，我们这边先支付，然后再补血，哦，这样我们就可以弹对方后台了。好。哇，这一套检索好快哦！来，再抽一张，然后再弹对方后台，哦，好爽，很爽哎，很爽哦！来，再召唤茉莉，芳香园艺的效果，再补血，然后再抽一张，再抽一张，然后再弹后台，哦，好爽哦！然后我这边还可以再深招一次哦，诶，其实我觉得放那个什么魔手，就是攻击力
回到3900那一只，我觉得还不错。好，真招，哇，疯狂补血，真的是狂补猛补哎。然后我这边再补一下，有没有？再补一下，然后再除外，哇，超爽，超爽哎！但是我知道他手上有那个风筝机人哦，肯定会开的。好，风筝机人 ，OK， 来，好。再来 ，OK， 好，看你怎么跟我斗。我现在场上全满，然后手牌超多的，对方的后台一直被我们弹哦，好爽哦。好，古代的机械飞龙，那我这里要先开干渴之风。等一下，我先开干渴之风，好。然后我们这时候，这时候来补个血好了。哎，等一下，不要，先不要，先不要。好，热河龙，哎呦，我好怕他热河龙跳出来哦，但是应该没办法啦，应该是没办法哦。哦，要战斗了，好，那我们这边开这个欧白纸的效果，好。补个血，来，那我们茉莉就可以抽一张，依然可以弹后台。那当我们补血的时候，干渴之风直接破坏，哈哈，好扯哦，哇，他应该没有风筝机人了吧？还有吗？他如果还有的话，我们就。等一下再补个血哦，只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补血，好像没办法了，好没办法补血了。好，来我们这边直接打过去，还有风筝机人啊，还有风筝机人就有点麻烦了。好，生命值比对方低才可以补血啊，没关系，我们生命值应该很难比对方低了，我们现在生命值超高的。好，结束。欸，所以我们现在生命值已经高对方4000了，可以使用第二个效果哦。但是他是不是一定场上要有怪兽才可以开干渴之风的第二个效果？不太知道，哦，盖超多张，哇，这边有点危险，热河龙可能随时要出来啊，哇，这边热河龙随时要出来，随时啊，真的是随时要出来啊，好，古代的机械复活，哎呦，好凶哦，好凶哦。好 ，DNA 移植手术，哎，直接改变属性是怎么样？把我变成暗属性的，然后呢？好，那我这边可以增加攻击力啊。好。哦，直接破坏。哦，是直接破坏哦。哦，我还以为是增加攻击力耶。哦，原来是破坏怪兽，原来是这样。好，补个血，来，抽一张来，我们把这个弹回去哦。好，好，再除外，一二三，这一场打超久的。哇哦哦哦哦哦哦哦，来最后一集 BAM
打超级久的，好，我们赶紧来打下一场。OK， 来到第二场，遇到幽城时代。OK， 好。啊，对方是 Hero， 仿生人。好，我靠，这超凶的。哦，这很猛哦，呵呵，他这套应该会很猛哦，因为现在仿生人已经放出来了，可以放三张哦，感觉超凶哦。但是他没有要融合，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好，那我们这边使用方向园艺，那我们可以通招两次哦，所以我们先召唤茉莉哦。先召唤茉莉抽一张，来芳香园艺的效果。好，恶魔锁链，好，玩的不错。恶魔锁链。那，啊，靠，对齁，这样我就没办法那个了。好，没关系，直接盖两张。好，那等一下，检索的话也没办法恢复。好，没关系，结束。等一下，我们直接那个滋润之风，然后可以抓那个五星的墨角蓝，然后在干涸之风要先开。我靠！哇，炸两张！哇哇，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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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哇哇！他这个有点凶啊，先抓先抓。哇，他这个有点凶，他等一下要融合哦。先抓墨角蓝。好，那他应该会把我两张陷阱卡给破坏。啊，气死！哇，超惨呢。哇，他这边随便融个什么，三重人我就死了。三重人我就挂了，好恐怖哦！哎，结果是叫崇拜哦。崇拜的话，好像还有机会，因为我等一下墨角蓝可以跳出来哦，然后可以除外对方的墓地的一张卡。好。崇拜效果，降攻，降到零，降100而已、啊。好，是，我觉得对方好像不太知道我们可以跳哦，直接跳墨角蓝，然后再补血，然后我可以除外对方的卡片。好，再见。OK， 好像还行哦，但是我们需要来哦，荆棘之墙，太棒了。有机会，有机会，非常有机会哦！来补个血，好，再除外。那我们这边除外一张就好了，我怕他有狡猾、哦。OK， 哎呦，很有机会哦！来来来，破坏这一张，再来。等一下，对方打过来，我们直接发动荆棘之墙，爽一波，嘿嘿，自由。来，我们这两张都植物族的，林北单立的，宇宙旋风，哇，怎么有宇宙旋风？怎么有宇宙旋风？靠，我的荆棘之墙就这样，我的荆棘之墙就这样。被炫掉了，哇，好惨哦！不会吧？哦，芳香园艺的效果还可以再跳一只，还可以再跳一只哦！来来来来来，跳迷迭香好了。OK， 芳香园艺的效果回复一击哦，漂亮，补血，然后把它转手，呵呵呵，超强，哇哦！
好猛哦，哇哦，呼呼，太神啦，哈哈哈。好，我们来打最后一场吧。OK， 来到我们最后一场。好，对方穆迪曼森哦，感觉是搭配四星的那一只。哎，等一下，不太知道哎，是不是搭配四星协调那一个牌组？好，那我们这边使用方山园艺，我们可以通招两次哦。先召唤茉莉来绿一下牌哦，抽一张哦。好，这边先来抽一张。好，召唤依兰。OK， 其实我应该要先召唤依兰的哦，这样就可以弹后台哦。但是，好啦，反正对方后台就这样嘛。我觉得还是打一下好了。好，哎，跟我们一样，还是芳香哎。但是我们这边有荆棘之墙，所以我们就看对方要不要打哦。打过来你就爽了。好，自然玫瑰鞭，哎，它跟我原本组的是一样的，我原本也是这样组，但是后来。我觉得没有很稳哦，不太稳。好 ，OK， 五星啊，三四五六七，七星不会吧？黑蔷薇，靠，什么是黑蔷薇？哇，黑蔷薇啊！哇哇哇哇，超惨超惨，好惨哦！居然是黑蔷薇。哇、哦，再用圣枪，哎，但是圣枪它还是会炸掉，它会把自己炸掉。哇，哇哇，好惨哦！哇，这样换其实还蛮划算的。好，滋润之风，哎，可以哦，可以哦，我可以来检索、哦，所以我目前应该是比对方还要有优势哦，因为我有滋润之风哦。好。OK， 迷迭香，好，来我啊，他这边要把自己转手，哎、欸，可以有，可以有，好，主要阶段结束，来即将结束回合，我使用滋润之风，我先来检索，然后这边先打开哦，我等一下还在补血哦。好，要抓哪一只嘞？抓迷迭香好了。好，这边补个血。哎、欸，然后干渴之风破坏，爽，哈哈哈，送啦！咚咚，茉莉，哎、欸，可以哦，还可以再补一次哦。再补一次的话，生命没办法比对方高哎、欸，没办法通招两次。没办法通招两次哦。好，没关系，我们直接召唤迷迭香好了。好，来 ，Ben， 好，结束。OK。那我们现在没办法补血哦，对方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要放弃治疗，我们就这边再检索，好，检索欧白纸 ，OK， 感觉应该是要赢了，来来来，我们这边召唤茉莉，还可以再通招一次哦。哎，等一下，直接检索，直接检索。好，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通招两次哦。OK， 这边可以补1400，好像还行，好像还行哦。来，茉莉，好。先补个血，
抽一张。哎，等一下，这该不会要破坏吧？哦，没有没有没有，吓死！他只能破坏对手场上的。好，来这边开欧白纸，5400。那现在我们生命比对方高哦，我们就可以来升招了。来，升招，好，我这边要来同步了，同步一波才会爽，华丽玫瑰新卡，同步起来才会爽，给对方看一下哦，哇，现身吧，华丽玫瑰，哎，有语音哎，酷哦，这一张连效果都没用过，哎。诶，手上还有牌啊，他还可以从牌组跳方向啊，对齁，好，没有关系，我们华丽玫瑰有效果，就是他可以打两下哦，但是要把自己的攻击力减半， OK， 好，我们现在生命比对方高了，可以直接破坏下去，哇，再来，华丽玫瑰效果除外，再打一下，哎，爽，太强了，哇哦，酷酷酷酷酷，哇哇哇哇哇哇，不错哎，哎，其实芳香我觉得还不错，但虽然说没有，就是我觉得没有到真的很强势的主流，但是我觉得还不错，有强化，真的有变强哦，那也蛮有趣的。那今天的全新方向就介绍到这边结束啊！如果喜欢，帮我点喜欢并且分享，千万别忘记订阅我 YouTube 频道，每天晚上6点不定会发布影片。各位幸福，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拜拜。别告诉我今天愚人节，我的心已塌得好多险。没有你的画面，闪烁在脑里面，一直不会变。